两位你好，部长好。是，我想请教一下部长，我们现在学校碰到台风天哈，是依照什么样的状况我们来决定停课还是不停课？台风天它是由地方县市政府呢，对，它来发布。地方县市政府呢，它依照这个气象局预告呢，这个风力哈、跟这个雨量哈、然后来做一个，所以依照每一个台风的风力跟雨量来决定，地区性不同，来决定这个地方对对要不要停课，停课对，或者是北部要停课，南部不一定要停课，对，都是县市政府他们会发布。那我们有没有，我们可不可以说依照过去的平均，譬如每年的五月台风都很少，而且台风都很小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决定，凡是五月的台风我们多照常上课，七月的台风都会比较大啊，所以七月只要刮台风，不管它大小，我们通通停课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我知道委员的意思了，你要问的就是冷气开放的问题。我想，对啊，所以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啊。哎，你们现在对于第一次学测，5月21号、22号举行的第一次学测不开冷气，第二次学测开冷气，你们的理由是，第一次学测是因为在五月份，依照往年的平均温度。五月份是24到27度，然后还有下梅雨，交梅雨季节，所以气温凉时，所以不需要开冷气。七月份气温酷热，34到38度，所以我们七月份要开冷气。如果台风放假，不可以用过去的平均数来算，也不能用全国一致的方式来算。为什么学测开不开冷气，要用过去的平均数来算？而且你想想看，去年、今年、前天台北市最高温度35度多，昨天是35.5度，今天去气象局报告超过35度。那如果35度的话，要不要开冷气？绝对要开冷气嘛。可是如果照你们这样的规定来讲，五月份的第一次机测是不可以开冷气的。而且全国一致不能开冷气。那反过来讲，现在气温变迁，现在有的国家七月份下大雪，本来是暑假，现在七月份会下大雪，六月份会下大雪。那如果照你们这个决定，七月份是第二次机测要开冷气，结果那天台北万一来个封面，我台北不可能下大雪了，台湾也不可能下大雪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万一那个时候有一个封面过来，全台湾的气温只有10几度，你是不是还在开冷气？所以这个决定开了4次公听会，然后竟然是用这种理由来决定不开冷气。很多家长这段时间都打电话给我们，说这种理由不合理啊，这种理由不合理啊。而且依照你们的电话民调，70%几是赞成国中机测第一次机测是要开冷气的。我们在2月份是有召开跟家长、跟地方、县市还有教师团体大家开会，共同做的决定呐。对啊，因为这是第一次办呐，所以也许这个委员所提到的这个问题，也许是一个问题哈。但是今年已经对外宣布了哈，今年对外宣布、是是，可是如果决策做了出来是有逻辑不对的，就像我刚刚讲的一样，五月份的台风通通不可以放假，一定要上课，七月份的台风不管它大小通通停课，不可以嘛？同样的，开不开冷气是由考试的那个时候的气温来决定嘛，不应该是由过去平均的气温来，那今年气温特别反常啊，所以你看今年要停水啊，限水啊，为什么？就是不下雨啊，梅雨不来啊。如果梅雨不来的话，你看这几天连续每天都是35度以上啊。过去做2月份开会的时候呢，是根据平均温度是24到27了，五月份哈、对啊，所以没有达到28度以上哈、对啊，我们现在节省能源呐，所以如果说没有达到28度开冷气，也会被说浪费能，对啊，这个、能源。可是如果今天第一次机测的时候气温达到28度以上的时候，我们开不开冷气？今年第一次恐怕准备来不及，所以部长，因为有些市场，我是觉得应该是有弹性。依照气象局的报告，如果机测那天的那几天的温度
是超过我们一定的标准，就开冷气嘛。所以这个就像我们每次台风来，都要依照气象局的报告，这个台风的暴风半径多少，每秒的风速多少，下雨会多少，来决定这个台风是停课还是上课嘛。同样的，开冷气也是应该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呀，而不应该是用过去的平均年龄、平均的温度来算呢。那今年气温就是特别反常啊。是，我想我也要承认了哈，就第一次的话呢，因为有30万人哈，那么呢，全国考场有208所学校做考场，都是原则上以国中就近的高中址了。那可能当时考虑到有些高中址还没有完全装设到冷气，那如果说第二次是7月份的话呢，那时候已经少掉一半了哈，大概十几万哈，那时候学生少了，各个考场冷气都比较没问题。所以当时才说跟大考一样哈，7月份再来装设。那你是不是可以再针对这个状况征询一下家长的意见嘛？嗯，家长意见对不对？他希望都开冷气的。对呀、啊，那既然家长都希望都开冷气，我们就开冷气。如果气温达到一定标准，我们就开冷气嘛。当然，如果考试那天气温只有20几度，哎，当然就不需要开冷气啊。是担心有部分的高中子冷气装设来不及了。哎、不是，那你就换一个考场有冷气的考场啊。对不对？对，那你不能说是因为少数几个考场没有考场没有冷气，全国30几万的学生通通在冒暑的情况下来开冷气。简章也有郭选，有些人是不喜欢开冷气的，他对冷气也有过敏的。70%几的人是希望第一次开冷气，第一次机测要开冷气。结果我们第一次机测不开冷气，如果不开冷气，你既然你的理由，对不对？中办的理由竟然是依照过去平均温度，这种逻辑根本就是不对嘛，这种逻辑是不对的嘛。我想，所以这几天好多家长打电话到我这办公室，希望来争取啊。我想第一次示范啊，难道如果假设那一天气温像这两天一样35度，或者比35度还要高，我们也不开冷气吗？还是不开冷气，只有开电扇，因为这是简章已经公布了，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做这样的调整。家长有实际的困难，应该要考量。过去都没有开冷气，不能说因为已经公布了。不是，过去都没有开冷气也是在考试了。那今年是因为我好意啊，希望帮考生来考量。对啊，但是确实有困难。竟然筹备来不及的话，筹备来不及，应该要让民众实际体会到嘛。试办的这种情况下，如果今天我们一刚开始就考虑到因为30万的学生人数我做不到，那一开始就不要讲。如果既然讲出去，就要克服万难去做。我们开始讲是讲第一次，那然后呢，我们今天不开冷气的理由又是说是依照过去平均温度来算，这合理啊，根据如果合理啊。考试那天真的是气温20几度的时候，大家不会要求开冷气。可是如果考试的那几天气温像这几天一样都是35度以上，难道也不开冷气？那这样的决策是有问题的。不，决策有问题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改的时候还是要改。决策不完美了，但是不是有问题了？不完美，因为过去从来就没有开过冷气。是我上任之后，我体谅这个考生的困难。所以部长，这个部分家长这些家长的意见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我们希望部里面再来考量一下，好不好？再来考量一下，好吧？那我再想请教一下，现在中央图书馆限制进馆的人年龄，19岁以上的才能进去，19岁以下的是不可以进去的。可是又有一个规定，19岁以下，可是如果你是大专生的话可以进去。那这个条件的限制的目的是什么？中央图书馆，国家图书馆。对，那到底是目的是什么？国家图书馆它就是要让人家研究了哈，它不是公共图书馆去那边看书看报，它大概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只有大学生才能进去，就是是不是？强调研究，他如果照这个人，第一个是以19岁来做年龄，不是用20岁，也不是用18岁。他是一般来讲，我们不是用18岁，就是用20岁年龄线。他偏偏用19岁。大学生，他考量是，然后就说，如果你没有满19岁的话，可是你是大学生，还是可以进去。所以基本上，他的标准不是以年龄，而是用门槛来设年龄。他的性质，他的就是算给大学生进去。高中生是不可以进去的。国家图书馆定位一个比较学术、比较研究这样的人进去了，他担心我们现在你看很多高中生在国际间得到很多的奖项，对，对不对？所以高中生、大学生来讲，不应该用年龄的限制，大
大学生才能进去，高中生不能进去。国家图书馆很多的资料是可以提供给高中生进看的吗？是，我想有研究需要哈，那么经过，而不能用这种硬性的规定，你十九岁才能上进去，十九岁以下的不能进去。可是又是十九岁，如果你是大学生的话就可以进去，不是大学生就不能进去。是，我想我觉得这个部分教育部应该要考量一下，我可以做局部的，不能用这种用高中生跟大学生这种粗糙的区分。是，我可以检讨，如果高中生他有研究的需要，只要学校出一个证明，他就随时进出没问题了。对啊，我们是担心说那个地方变成国中生、国小学生、高中生进去那边阅读的一个场所，然后孩子呢就是走来走去哈，那整个学术的研究就变应该是部长、应该是用需求的方面来决定。对对对对，好，不要用年龄和高中或者大学的方面来决定。我们来纠正一下，好好，检讨一下，谢谢。那还有最近教育部针对大学甄试甄学入学放甄试啊，就是可以鼓励大学用线上书审，这个可是很多大学反弹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要说这个是用什么方式，是我大学来决定的，教育部不需要来决定。我要面试、我就面试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书面审查是不是这样子？如果今天大学是用这种想法的话，而不考量到学生的困难度，那我觉得大学应该要检讨啊。如果他没有，因为教育部为什么会鼓励线上书审？对，对不对？一方面就是可以节约能源，第二个降低很多对学生的费用嘛，对，对不对？因为甄选完了以后去面试审查资料，学生又要去做这些相关的资料，还要住宿费、交通费，还有编印费，还有报名费，一个学校要花多少钱？对，如果只是审查书面资料，线上审查是可以的啊。如果说他还有 interview 哈、当面谈，看他的反应再来决定取舍，当然是另外一种考量了。对呀、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应该站在学生的立场，怎么样子减少学生的负担？是，尤其是现在来讲，贫富差距这么大了，你现在一个学生可以报你六个学校，他就要负担六个学校的费用。是是，如果对学生家境好的话，不在乎。可是对家境不好的学生，他是点点滴滴都要去算的、对，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造成他无法去甄选，他无法去念这个学校啊。所以对于弱势的学生家庭来讲，我们是应该考量到的。所以教育部你推线上书审是非常正确的，可是大学不应该反对这个部分呢、提到大学招联会这边去哈，向他们检讨一下哈。我想这个部分鼓励各大学，教育部应该要坚持你的鼓励各大学考量、替这些学生们着想之外，考量学生哈、硕士不能站在大学本位的立场来考量。我想要多方面考量，谢谢。